参加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们，他们也是孩子，穿上了防护服就变成了战士。当西安有难的时候，他们几乎几天几夜不眠不休，吃不好睡不好，穿着防护服连口水都不敢喝。他们都是为了城市的安危在战斗，为了早日能结束这人心惶惶的疫情。可有些人倒好，不仅不守规矩，甚至还帮倒忙，安的什么居心？对得起那些辛苦战斗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们吗？感谢那些为城市安危辛苦操劳的天使们，让我们为白衣天使点赞。希望你我安然无恙，加强防疫，由我做起。愿疫情一闪而过。